大家好，我是 Winston。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我想首先代表管理团队在这地方跟各位同仁拜个早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也谢谢大家过去这段时间对事务所的投入跟努力，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走过了种种的挑战，也分享了很多愉快跟美好的时光。那我想展望未来的新的一年，新的管理团队已经正式就任，那我想在各位同仁持续的一个大家共同努力之下，那新的管理团队我们会持续的希望朝着 1KPMG 的这样子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让这个品牌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想在一些项目里头跟各位同仁做一些分享的地方，包括让对同仁的照顾的部分，我想这点是我们管理团队非常非常重要会持续去加强的地方。那除了一些专业课程还有一些软性的一些训练课程以外，其实事务所包括像考虑到大同仁的这个终身大事的一些联谊活动啦，或者是 Family Day 啊，或甚至是说像最近大家同仁可能有观察到，我们把61楼69楼有一个珍珠，让我们的办公环境可以更好啊，在种种面向上头管理团队会在这边会持续努力。那另外我想大家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同仁大家一起共同在CSR 的活动上头，在过去这么多的时间，同仁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在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做努力。那这样的努力事实上除了为我们带来心灵上很大的一个感动跟感触以外，其实有很多的包括主管机关这边像劳动局、社会局跟市政府这边，其实都对我们在不同的面向都有不同的肯定。那在未来我想我们除了持续在不同的 CSR 活动会持续努力以外，很重要一个地方，我想在最近我们也终于思考到一些可以把我们的专业更进一步跟 CSR 活动去连接的几个议题，包括社会企业的这个环境的持续的推动跟努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想 CCNS 就是气候变迁跟永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头，我想在黄振中黄总经理加入我们以后，我们在这些议题上头，我相信我们在国内的相关议题的这个领导以及投入上头，我们可以尽更多的心力。那我想在这些种种的面向上头，主要也是希望各位同仁，我们持续朝着我们事务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把事务所的能够价值可以发挥出来，品牌价值发挥出来，同时能够回馈给我们社会，在这个事情上头，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那最后我必须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像农历年完以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事务所传统的忙季。除了一方面感谢大家以外，也希望各位同仁在未来的这个年度当中，大家在工作之余也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健康。再一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马上健康，一切顺利，龙马精神。谢谢。